现在为您播送徐闻县气象局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。我县未来24小时内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。徐城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7到35度。海安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5度。曲界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5到35度。下桥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5到35度。麦晨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5度。南山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5度。西连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5度。角尾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5度。河安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5度。锦河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5度。新寮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5度。外罗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4度。下阳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4度。前山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4度。龙塘多云，有雷阵雨，局部大雨，偏南风2到3级，26到34度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谢谢收看，下次再见。我县未来24小时内阴变多云，有轻度和小雨，气温19到24度。渔城阴变多云，有轻度和小雨，东南风2到3级，19到24度。海安阴变多云，有轻度和小雨，东南风2到3级，19到24度。曲界阴变多云，有轻度和小雨，东南风2到3级，18到24度。下桥阴变多云，有轻度和小雨，东南风2到3级，18到24度。麦城阴变多云，有轻度东南风2到3级，19到24度。南山阴
小雨，东南风二到三级，19到24级。曲界多云见
变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5到32度。下桥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5到32度。麦城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6到32度。南山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6到31度。西凉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6到33度。角尾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5到32度。河安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5到32度。景德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5到32度。新寮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3到4级，24到31度。外婆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5到31度。下阳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5到31度。前山，多云见阴，有雷阵雨，偏东风，三级，25到31度。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，我县多云渐晴，东到东南风，2到3级，气温22到29度。徐城多云渐晴，22到29度。海安多云渐晴，22到29度。多云渐晴，22到29度。下桥，多云渐晴，22到29度。麦城，多云渐晴，22到29度。南山，多云渐晴，22到29度。西凉，多云渐晴，22到29度。22到29度。河安，多云渐晴，
22-29度。22-29度。新寮多云渐晴，22-29度。外婆多云渐晴，22-29度。22-29度。前山多云渐晴，22-29度。新寮多云渐晴，22-29度。22-29度。下阳多云渐晴，22-29度。前山多云渐晴，22-29度。22-29度。小尾多云渐晴，22-29度。河安多云渐晴，22-29度。22-29度。